现在呢，我要去购买我做蛋糕的材料。那要过生日了，想要给自己做一个蛋糕。然后我平时喜欢吃的蛋糕，我超讨厌吃奶油，所以我会做一个燕麦蛋糕。突然发现好多这辈子我都没有见过的东西。我要去买特细沙，是什么酸奶油、奶油奶酪，还有无盐奶油、无盐黄油。玉米粉，我们去买玉米粉。我迷失在超市。还有全蛋，全蛋是什么东西啊？一个，只有蛋黄那个全蛋，应该是只是蛋黄吧。哇，我觉得过春节的超市简直像打架一样，好像这边的东西不要钱的感觉。迷失在超市的女子，赚了几十百圈，赚了几百圈我找不到奶酪，我找不到奶酪在哪里？我有包包吗？牛奶、奶粉。